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阿含通山杯本赛的对局，半决赛的对局是由辜子豪对阵赵晨宇。刚才呢介绍那盘棋是这个黄云松啊率先进入决赛，看看这个他的队友啊赵晨宇能不能跟他会师啊。应该是江苏队的两位这个队友并肩作战。黄云松在杭州下，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杭州。但是都是同样是阿含的半决赛。对。本局是辜子豪黑棋。我看一下。先下的这个。对，白棋是象小目，黑棋是星小目。给你点三三，白棋是这意思吧？现在点三三太多了。左俩小目没得点了，挂一个我守一个，飞压飞压，爬完了跳出，靠上来，靠上。这也挺常见的一种手段了。这个现在这个碰非常常见是吗？挺常见的呀，这之前挺常见的嘛，现在我不知道下的多不多。这个不是搬上面搬下面都有，也算是定式的一种了。现在就是都没有这种逼住的下法。对，好像这就是撞，感觉更紧凑一些，都算是定式了。这个下班好像下的多一点，下班然后黑棋的也是班，对，然后白棋能打吗？打完贴嘛，下的能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图下的比较多一点，看起来会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变化吧。那黑棋也还好吧，黑的打完长嘛。那白棋就打是吗？拐打，然后长的是个硬手，你得粘上，爬应该不太可能。挡一个先手拐过来，我也不知道打哪个好，反正这损点木。那干嘛损点木呀，这不白损的吗？是吗？那这边没有好处是吧？再说了、以后白棋拆过去不就白亏了，感觉心太痛了。大概是这样吧。之前这个，但是我要把你这俩吃了，我就这怎么说吃就吃呢？这个跳还是在逃出来，对，跑，但是吃不了。那这个没之前最近一次出现柯洁对申真旭啊，那是柯洁走的吧？下这个了，然后扳呢？贴了断的吧，黑的全弃了，好像长一个，好像是这后来怎么下的，有点记不住。大型的一个定式，这全弃了。完，我见柯洁，应该柯洁下的这个。那之前的棋谱拐一个居多。这挺常见的一个定式的一个基本图了，算是。这盘棋它实战是上班了，上班当然也可以了。上班是要取士，然后配的扳这个。下班。对，上班。他实战是打外边他没打，他实战是直接粘的，这些也有打这个的，打完了打二路也是定式。那这个就被征了，这个被我拔了。那就你拔一个，我不是也征一个吗？去引征，这个针还好吧，因为这个针是这样，你拔了之后，你这五颗子拔得多花，我这四个子我这个拔得很爽。那这个图黑棋不行是吧？应该不行。那这个棋应该要怎么下？长啊，长，然后你粘上。对，粘上你就。那然后黑棋再怎么下？弃了。那黑棋走到啥了？走到一堵后势。这个。这还不算后势啊？我再一拐，这不轰吗？这不是明显白棋还不错吗？我怎么看？这脚不是本来就你的吗？是啊，但是。你就走了一个这个俄罗斯，你这个这不是这还不满意啊？这个是黑棋好是吗？我这要看配合嘛，这个配合应该黑的不错吧？我是觉得这配合
这还不满意，还有比这更好的配合吗？我总觉得你这个都贴在我的这个后臂上啊，这种，你这个怎么着？我就这么贴紧。我这是利用这个弃子获得的后事，怎么我贴在你后臂上？我自己就是后臂，我谁贴谁呀、啊？我比你厚，你这个头是软头啊。嗯。我比你硬啊，现在。我是觉得这个图白起觉得配合不好，所以实战没这么选择。哦，实际上不是白起避开的这个图吗？对，你要说黑的不好，那这没什么变化呀。这我打了一战，你又不能跟我跑出来战斗，你只能弃了呀。嗯，那黑棋就这么一简单，这么简明的就好了，挺好的，那么挺好的，看配合，主要还是要看配合。这个配合，这很舒服，很宽。哦，那现在你这个碰。我只有上班下班的选择吗？没有可能，比如说这种加一个这种没有可能是吗？不知道，没见过，不敢说，因为我刚才看一般一场怎么还原个定式的图、是啊，我就觉得你一般我一场，我觉得这个加过来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我有可能搬上面。你搬上面我就立下来，这有点难受，这。有点难受，这摆的不太好，这被一靠没气下了。嗯，不好意思挖粘这棋形，你不挖粘，我就准备断了。我也不知道，不太好吧？感觉上，这个也不好是吧？断完走什么呀？不然吃。这被掰一下，这被掰一下痛啊！或者是压一个怎么样？硬，很硬。然后跳。我就觉得这边搬一下太痛，时控损失有点大，要亏吧这个。因为首先你是转到这条边，但问题这条边的价值也不比这小，但你这个脚被搬一下，先付出的代价有点大。对，这一搬好像木太亏了，这个只能退吧，没有别的下法。你退我就补一个嘛，走。这样黑的舒服吧？啊，也是黑的好呀。应该是，嗯，对，这个很凶，确实没想过。我以为你想说这个，除了上班下班，我就冷静的立一个或者长一个。有的时候，你看，你这个尖冲一个，不是大家也有往这边下啊？对，那你对啊？那你这么理解，这个尖冲我没有挨着你，对你的影响，下一手棋应该没那么严厉。这不是俩子碰一块了吗？嗯。碰一块了，搬起来的力量应该大一点。这个时候你脱线感觉略显生猛，你有点生猛。因为我想你只要在这边下，我除了搬上班下班，不就还有这个？我以为想说立一个长一个。啊，立一个长不被你便宜了吗？对对，是，所以说一般都上班下班嘛。哦。嗯，立根长不太肯。嗯。啊，粘上。那得尝进去，打吃。嗯，黑棋就没粘，这棋粘的话，白的可能会挡这个了。嗯，跳出来，白棋就再继续照。那就等于你这个定式被我白打一下。嗯嗯，对，就等于这个定式是吧？对啊，你被我加回去了。被加回去了，然后这一照还挺舒服。嗯，所以黑的不太肯。黑棋双方实战这个图。好像也是有的，应该是见过这个一种转换。我觉得白棋挺好的。为啥呢？就白棋提一个提到外面了，你提我一个提里边了。那对，有利有弊嘛。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转换，黑取地，白取士。嗯。本身这个角是你连走两个，这角是你的角呀。我把你的角变成我的角，那实地的出入一出一入肯定不止二十多目。嗯，当然了，白棋很厚，白棋又争到一个先手，所以这个棋就是正常的一个各取所需吧，差不多了。哎，你有没有觉得以前咱们的那个大协定式是不是有一个就这么，是不是就类似于，我怎么觉得这么一吃然后提掉，那反正就大协粘上面那个，我就看挺像定式、不完全一样吧，因为这个那个是挂角的一方去拔在外面，走目外的那一方取的角，这个是等于说你把对方的角变成了自己的角，它不太一样，
其实手速也不一样，那是一人一手下出来，这一是二四六二四啊，我多了一手棋。这是你不管你多不多，是你先连走两个再下出来的，那局部肯定是应该白棋好。就算再怎么转换，你光看这局部，一定是白棋长得好看。你二打一、三打一开始下的，所以黑的能这样下成这样就很满意了。对，就差不多吧，双方可能都挺满意的。应该正常的一个图。我要叫小尖。你看这白棋他也不点三三了，他虽然不让你点三三，他也不点三三。哦，这个点三三他可能跟这定式有关。如果你现在点三三，黑棋挡完了，搬完一连搬，这把朵花将来再被人压过来，有点太方向不太好。他这个不点三三跟这定式有关。可能本身内心是想点的，不能点了。好，飞一个。挂完贴起。挂完贴起，强调这条边上的一个价值。虎一个。大呀。这不大吗？但是你不走，人家打你。打，总不能忍回去吧？你。怎么忍？我就搬家，或者是你只能脱先了。脱先的话，我提你还不能忍吧？你这不能沾，被我搬粘先手，这期就得打劫了。就一直得打劫。如果这么说的话，那这个打还挺大的。是挺大的，但是打不到。但是你他这个也大，你现在打后手可能会飞这个。那你不是说可以再提吗？我脱先呀，这个棋是这样的呀，我活不肯，但是我脱先你吃我，你也恶心，你也吃不了我。哦，你这个棋你就一直脱先。对，我不理你，我就该干嘛干嘛，我就站大场。对呀，我这一提啊，你搬我就提啊。哦，我搬你。我就把这看成一个打劫嘛，你搬我不挡你。对你挡我点你，哎不对，反正我就提，反正我就提。点你，你这倒是还是个打劫。我就是打劫，你打我只能脱先，就我就把这当成缓气劫看，或者两手劫。搬你要一挡，我一点，你是不是死了？我这可以一路打回去啊！不是你点我提呀？那是、啊。我提了跟你打这个劫，我要。就你搬我都没必要挡，你搬我就提，反正就是打劫。对，你得先把这个劫打赢了，然后再开始。这个棋是这样，就这个棋，如果一旦白棋打上来了，这个地方的复杂性就是双方谁有。其实黑的想活是活的，但是呢，黑的是不会去退让的，因为退让就明显亏了。所以这地方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劫活来看。那这个劫呢，就是可以连续拖时间好几手。那其实我觉得白棋只要是打在这儿，然后我再不走，我也不去吃你了，你也挺难受的。都难受，这都难受。就是其实之后的发展就得围绕着。厚薄来下这个白棋要防黑棋开劫，黑的暂时一时半会儿不会理你了。开劫也不会马上开，大概中盘战斗下差不多了，这地方这个棋白棋要下的话，白棋也就是提是吗？那你还要干嘛？就是也不能下这些什么搬啊什么。那你也得提完再搬，你也得先提嘛，得先提嘛。先提完倒是，比如说这棋白棋下开劫，是不是打在这儿？打在这儿，你不是也提吗？打劫嘛，就是我找劫打。啊、那这样我劫轻啊。哦，如果我消劫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消劫的地方。也不一定，我也可以搬着开劫是吧？反正我不要打到这儿来，就是我打这个比打这个强嘛。但我就有可能搬着开，倒也有可能。反正这地方就是打上来，这局面就复杂化了。这个棋黑棋虎一个嘛，大家都安心。都别折腾，本身虎一个实地也挺大的。当然这样的话，白棋争到先手，白棋继续围绕着这个半盘在做文章。这个定式是不是下出来的棋手比较少？好像那个在变化图里用 AI 摆的时候，在变化图见过，有这个图。就是我就说可以参考的棋谱比较少是吧？这个后续到底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比较未知。对，那确实不知道，得看配合吧。这棋的配合，白棋是不是还挺舒服的？我觉得白棋逼过来这配合应该还不错。黑棋，这搬了连搬。
这个形状很潇洒，没事，很轻，无所谓，想吃啥都给你，想开了就断点就都不是事儿了。就是同时有时候咱们骑友下棋就比较拘谨，就注意骑行的联络完整性。对，因为他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好棋下，你走这儿如果被人点一下，他不是觉得挺难受的吗？他主要觉得搬成立的话退一个是不是有点缓。那么这个搬就被人打一下之后，我觉得你下一手不好走啊。你下一手走哪呢？你靠一个这种靠有点损，就这个针就给你针了，你靠我肯定会硬，有点损。那他实战不是得打出去平着往外推啊？这不是倒推车，这不是典型的俗手吗？但他也有时候我推几下把你就吃了呀，我推死你还行吧，就局部其实还可以吧，我觉得啊、还有这样的想法。但确实对外面有点损，就局部我觉得黑棋如果从这块棋的角度来说，推几下能打入把这个子吃了，收获是很大的。但是白棋这个棋它由于现在的配合有点确实有点好的过分了，这棋走完之后在这地方在这将来能抢到这步跳，但是效率超高。一般我觉得如果后推车不太对，就是如果不是说看着这盘棋是赵晨宇对顾子豪、如果是咱们的小朋友，就像是你现在不是也开学校在教棋、你的学生就这样下，你会不说他吗？不好说，有可能会说，但也看配合吗？可能想着怎么是、比如说借用一下，就是什么，比如说靠一个吧，或者是。你总是想从这边吃的吗？你就这样让人家尝出来，你就这么贴一贴，怎么看都不像是。但是他贴完他有道理，就是很弱，就你能理解他这个用意，贴几下是绝仙、绝仙完之后一打入这个子就没了。就算没了，我觉得我这么碰一碰一会儿什么飞一飞，你这是你能吃多少啊？你这损也损了一排了，你就吃我一个子，就算你吃了还行吧，挺大的，还可以。还大吗？吃的挺大，就是我觉得就白的主要也还可以，是因为对呀、我觉得白棋肯定好。我们是说局部这个下法还可以啊，局部往外推车，主要黑棋现在这个棋能把这吃了安定本身就可以，因为这地方黑棋捞了很多实地，白棋特别的厚，黑棋只要安定之后呢，白棋后势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这个作用了，黑的可以接受。就是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吧，白棋这么下当然是这地方配合好。白棋其实我还是支持白棋的，我是觉得我也觉得白棋太好了，这种我觉得白棋配合好。其实我还是挺不能理解的。虽然他们这个理解我是理解了，高手下的意思我是理解了，这个理论上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我还是一定心存疑惑，我不觉得这个好。对，反正这个我觉得白棋特别好，爽白棋。对呀、这个毕竟入府争正面啊，然后阳面啊，无论怎么说，我都觉得白棋舒服。但这是个，即便你吃我这个，我觉得这已经很鸡肋了。我这都已经占了，我这都占了这么大便宜了，我还在乎这个？就是还是一个判断问题，就是这。人类棋手咱们来说的话，其实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判断了。你说这个鸡肋我倒是谈不上，无非就是哪个会更大一点。对啊，因为你不可能是平白无故的你就把我吃了吧，你都付出了这么多了，我再不给你点这个你还能过吗？这日子没法过了。对，不能把这说的特别小，对，给我点这个也是几十目来论的。好吧，这个黑的本来这块棋你逼过来你要攻我嘛，我最后就算吃了这个至少得有个十五目，活的还算比较潇洒。他这不会给你，那你也是有付出的呀。是啊，所以就是衡量这个得失的一个大家的判断嘛。整体上来看差距不大吧，我是觉得白棋可以满意，但也不能说黑的就特别不好，对吧？
这个棋我把这个子拿掉，黑棋这么围块控，其实效率也还行啊。那我还有很多借用呢，是有点借用，对吧？我一会儿什么碰一碰啊什么的。毕竟在这割一个，割了一手，嗯，就像我这割了一手，对啊，但我也有很多借用啊，都有点。就算你不割一手，你这么推推推推推，我都很高兴。那肯定，那是高兴，但那你给看怎么看了？你这个子也有点小问题。反正是个转换嘛，就是黑棋在白棋后世的包夹当中能够安定出来，黑棋它就是它的一个目的。它为什么这么下？它有它自己的目的，这个还是很好理解的。那你刚才说靠一个你都嫌损，你这不是损了大了吗？不，这是两个方面啊。刚才靠呢是损实地，这个是呢是损潜力。对，假如说你靠一个，我把这中吃了，我觉得这个日子对他觉得实地的价值比潜力更重要啊。他觉得先把实地捞住，潜力我将来再想办法再破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到底，就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判断问题。你到底觉得实地价值大还是中伏潜力价值大，这是一种判断。对。现在他们下棋我就感觉太实战了，挺实战，这下法挺实战的。对，对，如果反正是大眼看上去一定很多很多棋友都非常的喜欢白棋舒展，觉得白棋下的心情舒畅，然后呢黑棋有点像永远在后边跟着然后这个反正我们当时学棋的时候说这个倒推车你帮人家推着这么多东西你肯定跑不快，棋理上是怎么回事？对，但黑棋确实很实惠。对啊，然后白棋再一跳，哇，你看这个是一个立体的方形的阵容，效率是在正常范围之上。嗯，让它煎出来，顶一下。所以看黑棋是觉得这个潜力我可以跟你争一争啊，我就过来可以跟你争一下。不过这边它是可以先处理是吧？它飞这个，这飞一个是不是就活了？啊，活了。如果是我飞一个，你走一个，哎，它这边的形状，如果我走过来，你这个形状是不是很不好？有缺陷，肯定是没联络嘛，有断点。那走着就算你拆一个，假如说我走一个，我也未必拆，因为我可能还是先挑一下，你挑我再拆。我跳到一下对这个还是有点好处的。因为我觉得这条边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对，因为你这个地方对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不是特别想走，我想让你走。对，但是如果你跳我再走吧，感觉黑的还可以。他这个也是想让黑棋在这走呀，他这个思路其实跟你是比较像的，就是如果你阴我一个他就要打入了。哦，他也是想打入，他是想打入的，就是他想先交换一下嘛，不然不能让你这地方有先手嘛，你把我封住不行啊。是，对，所以实战黑棋也看破了白棋的一个意图，走这儿时候就算走这儿，他竟然都没有在这边。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话，白棋觉得这地方虽然价值没有那么大，但是这个棋形还可以的。对，能够挡下来还是很好的。对，他是去翻，哎，这白棋倒还是挺舒畅的。很厚，白棋还是很厚。这得再补一手，可以。争到一个先手吧，这白棋。是。白棋掉一个。掉一个，本身黑的这个棋形就不好应了。你说这个想把这个空守住不好守，没有形状了，因为这是一个眼见的一个穿向眼，所以。没棋下了，这步，所以你把它当成打入看都行。黑的也得反击，反击呢就得去找头绪，所以黑棋实战这个就找到了一个白棋棋形的一种。你这个单跳的好像都跳不进来是吧？显得有点苍白，跳可能我也不会靠什么的。也不会走这个有点损。这就感觉稍微从棋感上来说，偏软一点，有点太悠哉了。悠哉悠哉的感觉，给对手压力不够。这个呢，就在高手下棋就比较紧凑啊，给到你压力。是的。
棋，先拐吃。对，所以刚才看推半天，你还没怎么借用呢，他先来借用上自己的这个。对，因为这被你挡一下有点难受。对，但你走他不依不饶的呀。或者我这棋就直接下到这。那另外一种格局了，也不见得敢。反正这个难受我就忍了，然后你这个就自己跑了。不，主要你这个手段我就跟着你走，你不会让我拔了啊？我肯定不是让你拔，我想把你这个子吃了。你怎么吃？你不让我拔，一人损一个。啊，这样行吗？不行。你这不也损进来吗？那你损得多，你这很容易损一手棋，我这个我感觉你还得补，你如果补的话就是交换，你如果还要补一手的话，这是一人一个交换。你那我靠这边，太损了。你这个对我也，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损，因为这个如果我还有可能顶断呢。哦，对，我还有可能顶断，是有可能顶断。你不应该有点勉强这下法。还是正常来吧，这正常的棋应该就这样吧，正常来。对，他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想法，这个可以的，这个可以。哦，这个棋是小尖的，我还以为他靠上去，哦，他小尖一个。这个小尖，因为黑的这地方很薄嘛，他小尖完，就是你哪个靠，你不就是想封锁吗？对，想封住这个口子。他小尖完尖这个，其实也是封锁的一种。如果你还要顽强的突破的话，他这顶完一扳，这个棋黑的这个局不就裂了？这个棋形就，因为我们立下，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尖它有什么作用。这个尖它的作用就是，对，它把这个挖出给防住了。所以说这个尖完尖这个很有必然性的用意就是在这儿，它防住了这个挖出。所以这个时候黑的也不能就一根筋的往外捅了。那这样的话，它不就达到你刚才想达到的那个目的吗？是。那黑棋就得补下边的毛病，黑的补之前先挤一个，也是给白棋制造一定麻烦，然后再退，这也是比较细腻的一个次序。在补棋之前，先制造点味道，因为有了这个挤之后，你可能就不好硬贴了，因为硬贴的话，对，正好的感觉就有断点。嗯，对，我可能不会马上断，那我搬完尝试绝先了，那你也封不住，那可能就不能贴了，它坚硬的比较柔软一点，大概也是正常分寸吧。那就靠了，这个不就是像你刚才说的，白棋企图是形成一个转换，对，一人吃一个，对，黑的给，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白棋也还能接受？因为你毕竟也在这儿扔了一手，反正我也在这儿扔，对，那也得判断嘛，这双方感觉吃的味道都不太好，这地方应该还有点借用。这个棋你好像一手棋也不是很容易封住啊。是。很乱这个局面。但是我感觉好像白棋可能是不是还能有更好的下法。不知道。就是下着下着就好像你这边已经有点自然围住了的感觉。味道反正都不太好。啊，这还是有棋是吗？有点味道吧。我靠断，如果你要走在外边的话，反正味道总都不太好，很乱。其实我觉得这棋粘上，耶，这就弃了，那就可以判断一下了。这也没那么简单，这个故事。这还要断，断是想弃子吧？弃子收，让白棋收起吃，是这个意思吧？本身杀气黑的肯定杀不过。不是，我本身我打吃你不是就啊？那我平吗？啊，那当然不肯呀，他就被打一下，他不肯，就是不肯，这被打一下，这被打一下，将来我一挡，你走不走？你不走，粘一个右先手，就这个适应手，他这个断适应手，他就看你怎么吃，你想吃我随便吃都能吃，它是一种适应手的先手便宜。白的不肯，这反击，这个肯定这种气势还是要有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这里边
是会有个对杀吗？对杀肯定白棋气长，这个气肯定白的气长多了。就是，黑的就搬。里边对杀杀不过嘛，还是想利用它，其实就是一种借劲儿。这里边该黑几下也没有什么棋是吧？收起芝麻让白的，杀肯定杀不过，就是棋能搜刮一下。这是什么？那补回来，因为总要补的，那补哪儿都是补。不是说他只要打吃先手就行了吗？那拐了一下。不，你刚才是说打这个嘛？打这个我尝完之后，这打了一下，将来还贴过来，还有就有点难受。他打这个，你打这个被我提到这儿，白的味道就要好一些。而且我拐一下，不是把你变薄了吗？拐一个让你多个断点，紧住你气，变薄一点就好一点。那我也没办法呀，这可能，就黑的这个次序，白的也只能硬啊。是。这。这个应该算是彻底的双方形成了一个转换，但这个子就死了吗？死了，那白的肯定完蛋。对，我就觉得如果死了，好像黑棋吃了这么多，然后白死了，白的不行，不行，不够了，因为你白的就这一块空，这块空看上去比这块肯定要大一些，但是黑的还有这个，对，白的外面就没啥了。所以总体上来看，如果这个子就这么轻易死掉了，没有任何问题的话，白棋肯定是不行的。那所以白棋肯定要把这个给它练出来。那如果其实黑棋简简单单的，怎么简单？打吃一虎，或者单退一点，这长出来也没东西吧？没东西，这没东西。那如果是这么一打吃一虎，那黑棋不就已经便宜了吗？就是你这一块儿。只是比这个大一点的话，那你不是还有三个了吗？那白棋的空不是也不够吗？虎这个是不是稍微软了点？因为你走这个，我总看见这个有点毛病，会不会练出来？你虎这个活了，全都连上了。吃嘛也没吃掉，刨也不知道。反正你也不会跑，也不会跑。那我震一震，那比刚才小很多呀。刚才是说，那你这个跟这个比，肯定就得重新判断了。本身这个感觉缩回去，至少少缩了一个贴木吧。这样的话，我这飞一个先手，对方打吃先手，我挡一个是不是先手啊？如果挡先手，我再能抢到这个长，我这地方还是有点潜力的。你刚才走在这儿，白棋这地方也没什么作为，所以这一出一入其实区别很大。你缩回去少了很多，白棋是有可能顺势会膨胀出一些价值。因为我想，如果这样的话，我目数再好，那你就。其实我全盘都挺厚的，你没有什么可以借用的。但其实我是觉得这一串黑的应该成功了。我感觉黑棋成功了，对，那看来白棋就是这个尖了尖的这些下法还是不便宜。具体怎么走，因为也是快棋原因嘛，双方在这个读秒声中其实还是比较凭感觉的，这个具体走哪个更好得找到一个图也不好说。黑棋这个借用还是挺下的挺好的，靠完其实你靠了贴白棋，要如果不去盯着你这两个吃的话，好像还挺好。也不知道，因为当时这一掉的时候，我觉得黑棋的这一块你已经不好下了，是不是当时？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就是我不好下，我就不下了。你也不是很好下，其实难点比较多。当时我们不在这边下，我就这么跳跳下去，让你先。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我肯定会硬嘛？是，这地方咱们战斗，互相战斗。但这个地方，白棋这三个字也没活。对，我就不吃你，我你不吃我，你得交代，你自己不肯，你往回拆个二不肯，他肯定是不肯。但是我觉得你吃了半天，你没吃着东西。是，这也是。但是我就不知道哪手棋下不好了，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两个子吃了没有人这个，就是。我也感觉黑棋好。对吧？刚才他围都围不着了，然后现在呢，就算人家不走，你已经没什么棋下了。对，所以白棋走哪个图更好，这个一时半会儿也是得不出结论啊。就白棋到底说靠啊还是跳啊，这头绪确实比较的复杂。
事后看，就我们从这个结果来论的话，下山这样感觉上黑的不错，嗯，也感觉上飞到这儿，当然这还是很复杂了，这之后这什么白的也不能束手就擒啊，这个白的这个这里边就其实就看脚上了，这好像没起了，看这个脚，这个脚是什么东西，我感觉这白的有点勉强啊，这个就黑的粘上嘛，应该是。哎，那我爬进。爬就搬连搬，这是什么？脚上肯定有棋，但这个好像不能算很严厉，我感觉。想要打吃。打吃粘上。这里边是什么？打劫呀、啊？应该是打劫吧。但打劫的话，白棋厚。这是不是有好多劫？这中间也有劫吧？所以黑的没敢直接打上去，黑的是这样打劫，这个劫就两手劫了，应该是。嗯。那这个也得重新判断，这个东西有点更不好判断了。这个棋我谁都不会开，放这儿了。局部告一段落。就是你看它多了一个断点，它就有这个靠了断了、不然的话你没有靠断、所以你看虎也是有价值的，有道理，刚才虎一个就没有这些故事，对，你就没有靠了断，你只能规矩点三三。但是其实我就第一感黑的不怕这个手段，因为里边毕竟也是打劫、你这个断虎在这儿，这也下如果这里边没棋死了也是暴损，对，那有没有棋、白的是不是得搞啊，这不搞搞不搞得搞一下，这是白棋全力吧，应该是啊，这个冲你只能立啊，你这都不能挡啊对，他这挡是不是跟打劫有关，觉得薄了，而且挡本身便宜的也有限，厚，这样厚一点。好，现在有这个打劫，反正也读秒，这东西都解得凭感觉了。但是白棋的下一招是不是下的有点猛，过猛了？这倒没事，这种棋是，平时我经常鼓励小朋友们下，就是你没事试试看。扣一个。你比你不搞强，你不搞都是别人控，你搞搞死了不咋损，搞出事儿白赚，空手套白狼试试看，适应手造劫财或者你怎么理解都行，不是猛不猛，我死了我都没事儿，我没负担，那我猛点也没关系，不怎么损。走到这会儿我觉得特别让人家冒火，觉得你这两个都死了你还。就是得让对手对这个我要如果下棋的时候看见别人这么下，我真挺生气的。但是让我想这就对了呀，对付他，我还挺对，就是其实做棋盘上，我们就是要下出让对方觉得难对付的棋。不是，我就觉得很生气。首先，我很生气。你生气的原因是你找不到好的方法来对付他。如果你特别开心把他吃掉了，你就不会生气。你看到他很生气，你觉得他很过分很无理，这我的空他还要打我，但是呢我又很也有点虚。对，就是也不是说我一招就看出来怎么能制服他。所以这种棋就对了呀，对啊。所以这种棋就是试一试是不会亏，而且这个讲道理里边肯定有点东西的、有文章可做，这我觉得白棋是对的。那这白棋已经便宜了呀，这下边出棋了，打劫了吗？我拖你得搬吧，对，这不打劫了吗？哎，那我刚才我这看不清啊，这暴脾气上来了，那这这我一路都是我的了，这个也难说棋。真能看得清吗？这只有我跳一个，搬一搬。你挡上都收进来，都拿来吧。二路尖一尖什么的，看不清啊，这东西。哎，也没那么简单吧？是
是吧？后归后。嗯，你还是能有的。也搞不清，这还有个结呢。这要杀，主要是我觉得我这个什么一路都能。有可能，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可能性，所以他这个打入呢，也是看看你态度，其实也是适应手的一种。黑的这还是忍了，好脾气，嗯，忍了，算是挺忍了。如果看到这下边都是怎么着都有点棋的话，那还真的想有点棋，应该是有点棋。嗯，打劫了，打劫，感觉白棋有还有不错的。先靠一个找劫财，顶提劫。然后黑棋找什么劫呢？我看看。黑棋找什么劫了？铺了一个，铺这个。铺一个肯定是劫。对，这粘完提这个。提提。然后白棋你继续，这边还有劫。白棋的劫比较顺手，然后再提掉，铺这个，哦，你又提了，嗯，打劫，白棋找劫，打一下，顺手劫财，提，这个劫还很大的，黑棋打，对，这个也是得找，没办法，有点损。那这略损略损，因为这劫还是很大的，黑的感觉也不太好退让。是啊，靠不是劫了。嗯，如果这再硬的话，没完没了了，感觉。主要是硬的话，黑的就没有下一手了，没有下一手的劫，所以这得消化，挺必然的。嗯，白的找这个劫也挺必然，因为这地方没劫了。嗯。所以时针下法好像挺有必然性啊。粘上。嗯。粘上。加出来。这转换怎么样？搞不清，感觉上白棋还不错。反正这肯定是赚到了这个。也挺损的吧，局部也损不少。很乱，这棋就是感觉。一直在转换的话，做形势判断也是比较的复杂。嗯，我觉得白棋应该还不错，感觉还行。这还损了，这随着这一粘又捞回来了，将来渡过粘上先手，对，目数没怎么损，回来了。对，你黑棋原来的一个角，嗯，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对，刚才你肯定还给他数了好多目。对，十目棋嘛，黑的角，嗯。现在白棋还成了，时控上来说白棋还可以。嗯，打吃，尝一个。白棋还是挺好的，现在这个目数，刚才你说这个怎么怎么，那现在的目数是一个怎么回事？这个角这个节先算，暂且咱就给它算成双活的话，这就是搁在这儿。我感觉白的不错，目数感觉上，20目棋30目40目，黑的怎么才55目棋啊？55，这1、2、3、4、5、6、7、8、9个子，18，这快45了。哦。白棋好啊，形势盘面差不多是吗？哎，这棋不是白棋明显优势，而白棋优势挺明显的，我觉得。那时空好不少啊。对，那这个地方你就给它算成那个双活就完了。嗯，这谁扑进去不知道，谁扑不扑，谁扑谁先损一手。飞。现在形势应该是白棋好，我也觉得白棋好。我看着，对啊，主要是你这个地方也太苦了点。这转换白的还是便宜。对，嗯，然后再对这黑的不能忍了，这往外突一突。嗯，跳这个，
先出来贴一贴，抄再挤一个，是先手吗？还硬吗？硬。这地方是不是点一点一会儿有点东西？这是什么？扳一下。扳直接给你断了。白的这个扳，它有这个必要吗？就想扳到一下，爽一爽。嗯，那你就是跳一跳是吗？不是，我不下，我不是优势吗？我连一连，这正常下下不行吗？这扳，我不知道扳断之后的故事啊，会像是什么样？但感觉像是一个导火索。你肯定不能忍就这么死了，但如果搞的话，有必要吗？主要是。对，白棋反正就白棋也是活棋，然后这个也没有。以后我觉得想搬还是能搬到的。无所谓吧，这东西怎么倔？这手棋确实，你有了这手棋，一会儿搬还能搬到。你还敢断吗？你打那打冲过来，拐过来。以后再说，我确保能搬的时候我再搬，我就不搬了又怎么样呢？这是也不重要吧？这好像在想过把瘾啊。这个有可能还是挺机敏的，出现一些变数。那白棋明显优势呀，刚才。哎，这地方我非得挡吗？我退呢？这我挡紧你口气不好吗？不，干嘛非得这样呢？这不是。白棋为啥非得这样呢？这是，这跟我们刚才形势判断是不是关系都不大了？这怎么开始这个？搏命，这个就没法判断了。这个因为本身这两手棋。本来度过沾上先手啊、哦，他要打大劫是吗？对呀、啊，这是逼你黑棋扑进来开劫是吗？这可能就是快棋的一个魅力了。我觉得啊，如果是慢棋的话，白的做出一个准确的形势判断，可能就不会那个什么。刚才可能也是因为快棋一种棋感吧，就读秒的催促就上来了。这棋。就变数很大了。对，刚才呢我们形势判断的是收控，白棋好、啊、是准备要收目了、嗯、但是现在是对白棋有点引起闹事的感觉。嗯，这个不对，他想一举击溃。这个棋我感觉他局部是不是误算了？哎，不是，没有下这儿。白的下吗？白的下这儿吗？他冲，对，白棋下的。这什么棋都没有啊，哪有打劫啊？这白死掉了吗？送了一波，感觉白送了15目进去，至少。这什么棋都没有呀？好像。你主要在这棋挡在这儿，黑棋往这儿一粘。没有气啊，什么都没有啊，你跟哪边都杀不了，你这扑了几我就这拐了拖，这两边气都聚紧，哪边都杀不了，局部尽死，全部壮烈牺牲。对，这退一下，退一下损了，本来度过沾上先手，损了1、2、3、4、5、6、7，损了8目，这一方断下来这2目大概也至少一个天目没了，15目吧。白棋可能是花了15目的代价造了一堆劫材出来，给你打劫，我劫、哦、劫多了，这个毫无比，有点找事儿干了，感觉。现在再跳回来，承认自己我错了，送了一波，跳回来黑棋打完一虎、哦，这个棋。这个刚才虽然说白棋可能形势好、这个、你送我15目有点顶不住了。这个简直对于顾子豪来讲这是天上掉馅饼啊。对，这绝对是掉下来的，因为不是自己主动争取的，是对方送的。对，这个对方主动送了一波，哎，这个有点真是意外的收获，赢棋非要闹事儿，没办法，本来我们说这棋谁，这个棋就是双方本身这个棋形是比拼耐心，谁先扑谁先亏、嗯，白的不够了，没耐心。白棋要打劫了。我不扑，我不够了。啊，嗯，这个贴过来粘上，开始踢劫了是吧？然后该黑棋找劫。这就不好找了，走哪儿了？
眼花。黑棋是扑眼啊。黑棋可能劫也就这几个，白的做眼。这一波送的确实始料未及。黑的还有什么劫呢？这个班是怎么不是？走哪儿了？看看。冲！哎，这不行，这不能不硬吧？主要是那个劫消不掉，消不掉。如果我一手棋能消的话，我倒是可以不硬。对，就是你再冲，我就再走了。但是现在这个棋消。消不掉，消不掉，被我冲出来，我这地方可能得有二十个劫之后、没办法，这个挡上。然后白棋再去哪？还有本身劫吗？对，白棋劫还是多的。加，黑棋是一边收一边打。这白的，我觉得白的很勉强了。嗯，接长一点，粘上。这劫怎么打呀？这太累了，这白的。吃一个是吧？本身劫。一波猛送啊！搬一个是吗？搬一个是劫吗？搬一个是感觉上是劫吧，他这是冲断是吧？好像还得硬，还是得硬。主要消不掉，主要是消不掉。你不硬盘，我跳这个，你冲我提完一退，这整块大龙都打劫活，不行了，感觉这白的，这是节奏大乱。提给，然后打吃。劫。吃，提劫，黑棋冲，往冲一个，提，粘上，劫倒是挺多，木确实，这个也是，这个，这你得硬啊，对啊。打吃，你就提掉。终于把劫库打完了。对，双方这劫已经打了好几十手了。跳一个，这个还要冲啊！这个冲硬可能也打不过了这劫，冲出来。倒是你把你这边的劫消了，但是还有劫吗？不，主要是我已经提到这儿来了。我是不是可以找这个劫？这那你已经差好几手了。嗯？找哪个劫了？铺这个。提劫。再提这个。然后黑的拐一个，一拐你也不好，你再提回来我打你啊！你这劫解决不了，这白的已经打不赢这个劫了，我感觉是。飞的，白的打不了啊！这劫怎么打、啊？这太薄了。黑的连这个都要。提。吃这个，退，再提回来，算了，
双方最终是下成一个这个棋，白的确实打不过黑棋、啊。这个又被人家又提回来了，那要白的把中间吃了，守一下目了。感觉上白的不够，感觉上这白的是不能够了。终于把这个复杂的定完形了，结争对，再收几步就可以判断了。白的搬，黑的把这一粘，最大的官司这粘相当大。拐下来也不小，中间定个形，退一个是吧？顶住。哦，这要顶住。顶住。拉一下。这怎么还能顶住？啊、哦，这打结是吧？粘，这个打结是吧？对。啊，打上来了。先提结。脚上有结，那不是给白棋打爆了吗？那不打爆了吗？认了，好像是打爆了。就你粘，我就再打你，这脚上还有一枚，直接给你打通了。对，打爆了。但问题是，他刚才不顶退，他肯定不够了这棋，所以就也算找个台阶嘛。对，就主要是这一损了之后，然后比较无奈的，然后这个脚上要去跟黑棋开劫。白的不搞事儿，当时白棋优势明显，白棋从这扳杯一断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上头了，有点上头，这长一个太猛。我估计就是在快棋赛的这个读秒中啊，可能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一系列的误算啊，然后等到终于看清的时候发现这个已经损了一把了，一点棋都没有，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有点可惜呀、啊，这个，感觉优势的棋，对，没把握住，优势很大的，优势挺大。当时我一点目，感觉我主要黑的牌面，我好像都没点够。是，谷子豪实在是太幸运了啊！这样的话，他决赛的对手是黄云松。这盘棋下来还是反反复复。对呀、啊，确实，打劫还是很过瘾打的。所以快棋还是有它独特的魅力的，对，就是只要人家不投子认输，对，你这个盘面，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对对对，你盘面这个十五目的棋黑棋都有可能被人家翻盘，对啊，也就是你白棋你盘面平目也可能，就像是这个白棋可能盘面有可能都好是吧？反正优势挺大的当时，好的，那今天这盘棋咱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